玩完这款游戏《灵魂枪械养成》啊，要先进行下载啊。好了，等一下吧。哦，还可以创建角色，弄个妹子好了。妹子的发型啊，用个马尾妹啊，来进来啊，放置 RPG 正式启动，这是强化。生命力，好了，都先点一点啦。哦，是像素表现的啊，擦擦擦，人物还蛮大的啊。开启自动挑战功能，在上方那里点开，他就自己打 boss 了。邮件啊，领取邮件奖励。第一天哦，给好多钻石啊！这里还有会员呢，230块，金币获得量、经验值获得量都增加50%。哇，230差那么多。佩戴回旋斩，解锁技能。哎呀！我自己来就好了，不用教学了，谢谢。召唤绿色，再来一次，来个蓝色可以吗？我还有很多钻石啊，所以我不怕。有啊，抽到两个蓝色的，进行佩戴，来佩戴起来。接下来是不是要强化啊？来强化武器啦。果然如此，强化一下。再来呢，第二个技能习得。诶，这游戏习得技能速度还真快耶。佩戴好，两招召唤盔甲，弄个蓝装吧。哦，蓝色有了，穿戴，然后就是强化，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整个流程都是一样的。头盔佩戴，然后又是强化。我现在都没有看角色啊，就一直在做其他任务而已。使用3个冒险箱，抽武器，我想抽紫色的，抽不到紫色的，最后我再来抽好了，最后我再来把钱给败光了。啊，我强化错了，哇，300倍金币，这样我可以强化了吧？来，武器强化3次哦，我们强化比较低阶的好了，那消耗就比较少了。盔甲、头盔。召唤武器啊，这任务都好重复哦。来打148，我们现在强化吧，刚拿到一大堆金币了。吼，太扯了啦，我攻击力366，这是从背包领出来的啊，记得先领背包啊，这样你推关会快很多啊。现在只有2个技能哦，看一下技能好了，感觉怎么有点单调。7日任务，
整体就算是普普通通啦，其实自动挑战打 boss， 那慢慢打吧，我来开抽。那等一下，七只五十啊，这我用不到的啊，文物哦。然后是披风、鞋子、召唤，最后是项链。好啦，确定我可以抽紫色的，跟你拼紫色，自动召唤。什么紫色武器给我啊？抽到破产，这样才算有玩这款游戏啊！到此一游、啊，好难抽、哦，是不是很难抽、欸？哇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靠背啊，不要再抽了，有了，是什么？哦，一百抽。啊，接下来我的装备武器紫装来一把佩戴，借我强化一下。紫装哦，不是开玩笑的哦，是紫装哦，拿到了啊、哦。使用冒险箱，我没有冒险箱啊。哎，这是时装哎、欸，获得处是什么？哦，要花钱了是不是？这边是花钱商店啊，看一下吧。货币的兑换，然后礼包购买。哦，还有广告。一般商店，这时装商店要用蓝钻买啊。这种应该就是氪金的钻石吧？啊，整体嘛，我觉得一般般吧。这种类型游戏其实也出了好几款了，就是以像素为主的。排行榜，哇，你看那第一名 ，242B 哦，排名我现在排名728、哦。好了，这个无氪玩一玩就行了、啊。扫除，送这些东西啊，没有送时装这些的。来，开宝箱。这边抽到吗？有没有我要的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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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一场硬战，抽个紫装那么痛苦啊！好爽哦！哎，对啊，我这样怎么到现在只有两个技能？也太爽了吧！哦，紫色有了，哎，这几率可以耶，哦，几率可以耶，没有开玩笑的哦。我现在打到哪边啊？二至五了。副本呢？还没解锁。啊，整体玩法就这样，喜欢的话下载玩看看吧，大家拜拜。